大家好，我是小伦。我们今天开幕哦，这里很大，老板说有1200平，实际上只有120平啦。但是我们分三个区域，有直播室，还有现场卖场的部分。后面呢，就是放我们得标的商品，就是让包货的人员有更宽敞的地方可以准备东西。等了这么久，超期待，终于开幕了。我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边，然后叔叔也很辛苦。然后像我们昨天小帮手就忙到3点，对，就是为了让客户选到好穿的鞋，然后舒适的环境，对。新店这边的话，我们即将要开幕，大家所期待的1200平的有跑道跟游泳池。哪里？不要问，你会怕。我真的很怕。你真的很怕。那欢迎大家呢，一起来共襄盛举。今天2月1号，柯孟姐粉丝团扩大营业，感谢现场很多好朋友来到现场哈。最主要要感谢咱柯孟姐粉丝团所有线顶的好朋友，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啊，继续支持柯孟姐粉丝团，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